大家好，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扦插月季小苗呢，现在已经正常的生长，有一些甚至已经长出了很粗的新芽，那么很快就要给它换盆了。那么我们给这种扦插的月季小苗换盆之前呢，先最好提前20天准备。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呢，就是给它施一次速效复合肥，比如说像这种荷兰进口的速效复合肥，因为这种复合肥呢，它的肥效会比较快，同时呢，它的各种微量元素也比较全面，给月季使用之后不会担心会缺乏某种微量元素导致生长不良。第二步呢，就是要逐渐的给它增加光照，最好是每天给它增加一点点阳光直射的时间，这样的话呢，它有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，等它适应了全日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给它直接换盆了。如果说这个时候给它换盆的话呢，会很容易出问题。所以当我们的月季扦插成活之后，大家一定不能急着给它换盆，一定要等它适应户外的环境，我们再给它换盆。哪怕它长势非常好，我们也要等它适应户外的环境再给它换盆，这样的话呢就更加安全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一换盆了，它的抵抗力太弱，抗性太低，很容易就会出现问题。好了，这就是给月季扦插苗换盆之前需要准备做的工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